always worth the quest. Nespresso. 广告中，乔治·克隆尼从荧幕跑出来，只为喝 Nespresso， 其实就是胶囊咖啡，却朝这几年极力研发，推出各式胶囊咖啡机。放入胶囊，按下按键，不到一分钟就能喝到现煮咖啡，而且还有星巴克的胶囊可以选择。以雀巢星巴克胶囊为例，一颗约13到23元，一杯约2颗，花费不到50元，方便又省钱。之前有用过，然后在公司，然后觉得就是它其实喝起来整体品质是很好的，就是因为基本上它也是像我们一般外面在卖那种研磨咖啡，蛮酷的。因为我很常买星巴克的咖啡，然后其实我已经喝过那个胶囊，觉得口味真的蛮像的，而且好像很省。标榜品质不输门市现煮咖啡，推出胶囊咖啡机，瞄准忙碌的小家庭。不止雀巢，各大厂商都在开发，像是意大利的伊利、日本的 UCC， 还有台湾的 Mr. Brown 都有在做。而美国绿山咖啡更是将胶囊结合各种饮料。The machine is spitting out my Coca-Cola Classic here. It's carbonated and it looks like the right color. It tastes like Coke. 咖啡机竟然能制造出汽水，懒人经济，难怪方便的胶囊科技成功在饮料市场异军突起。张轩、朱宁分享台北报道。